两名女子沉尸在高雄澄清湖面上，尸体浮肿在福仔城，早起运动民众吓得报警，两人被捞上岸时身上还共捆着一条童军绳。初步发现两名女性的大体腰部有用童军绳的一个绳索绑住连结的一个情势那初步排除无外伤他杀的一个嫌疑的。警方从随身证件查出死者身份，分别是39岁的黄姓女子以及45岁的施姓女子。两人被发现时腰部绑着绳子，初判已经死亡1到2天。两具的女性的一个服尸，那分别在他们的身上有寻获一个证件，可能是在医院结识的一个病友。那相约到该处寻短。警方调查，两人是病友关系。其中一人机车就停在岸边不远处。两名死者以童军绳缠绕腰部身亡，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初步排除他杀可能。怀疑双方可能是互相绑绳相认轻生，目前已经通知家属进一步确认。至于死因跟双方关系，还需要再调查。记者王佩如高雄报道。